见纯棉幸福。那我们三个都走，谁帮照顾？卖楼说了，我们大家都是男子汉，男子汉跟男子汉的对决，我们嘎到九头做，赢的人才能留在里面培养。嘎到九头做，知道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我不，你们现在还在那干嘛？还不快一个去顾麻油鸡，一个赶快去买姜，我去照顾雅婷了，我去照顾雅婷了，哦拜。哎，最后是 OK 啦，小贵，就这样。哎，苏师兄，哎呦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呀，你呀，好恶心啊！除了服务女性观众，还要服务男性观众。我俩心心相依，情不自禁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还在这边干嘛？一个赶快去顾麻油鸡，一个快去买姜，我去陪雅婷呢。拜！千万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是不是他已经出石头？我的妈！讲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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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，过来，快点！不要搞看不懂，看讲清楚一点。好，来装刀，好，队长，不要逼我，刀就好了。讲啊，我说来快，来片白，快！装不会有个装感觉，来这里拿来。一定要帮我想尽办法去凑撮合雅婷的时间，对吧？让他们假惺惺，是个没传熟的，假夫妻变成啊真的夫妻，啊对吧？雅婷婚期间假结婚的事情，你们到底知道多久？小幸福，小幸福乖哦，来，漂亮的阿宝，宝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姐，我真的好饿，可以吃饭吗？啊，不行啦，我要等我女婿回来啊，我要等我女婿回来才吃。叮咚，我来了，女婿回来了，女婿回来了。坐。你坐上去，他妈去哪去了？哎呀，光喝酒太没意思了啊，不如我们来划拳啊啊啊，要分一个胜负，今天不醉不归哦。怎么办？一点冲动，爽一点。来，阿布，你在划什么拳？啊，当然是一代妖姬拳呢。啊，一代妖姬拳，教你们怎么划哈。啊，看好了哈。我想看。真的。哎呀，叫啊，要叫！哎呀，叫啊，要叫！逼嘞啊，逼嘞！啊，积极啊，积极！积极，你们一起，你们一起做，积极，积极 ，OK 了。啊，跟我一起来！要叫啊，要叫！积极，你真的。然后就大家 ，Yes， 那个叫什么名字？
现在为各位观众示范一下所谓的正宗的一代摇鸡拳。首先讲解现在有哪三个拳？啊摇鸡啊摇鸡，逼嘞啊逼嘞，啊鸡鸡啊鸡鸡，干嘛叫小动作啊？没有，包拳就好了啦。啊，石头不要钱啊，鸡啊要鸡，啊鸡鸡啊鸡鸡，啊摇鸡啊摇鸡，啊逼嘞啊逼嘞。这样就是好了啦，滚。来一个，没有啊，因为那个就是他目前公安那边那个手铐嘛，就是他还没有用得到，他现在也是去找不到。他说我们时间限制就是四点之前一定要开完，然后他们现在没办法借我们这个手铐。那他就是说我跟你打个商量，就是我们先跑上去，开完之后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把它解下来。那如果解不下来，就先在这边睡一下。就是。应该会有办法，因为那个警察是说他会帮我们找，如果到时候真的找不到的话，他要把他解掉。但是就是可能要冒一个风险，就是我们现在先到时候。这个，因为这个其实是脚镣。哦，这个。现在这样子，我这样往里面扣的话，是会再拉开的意思。可是待会你锁进去之后，就转不过去。有。正在跟他打个商量。我还在考虑，就是他们会尽力帮我们找一下，尽力帮我们找一下。因为他说现在就是，可是剪开来这个，我觉得有点恐怖的。不会的，他剪不是剪那个链，他是剪旁边的铁。没有剪过，我帮你剪。不是啊，那个一定都这样的，不然怎么打开？好，张耀扬要上手铐了。我们现在位于恒春的一间派出所。对，对，这个手铐呢，本身我也没有经验。那听说到此目前不知下落，但是我要铐上去，好恐怖的感觉。好，我先抓着吼，可以吗？杰米，谁呀谁呀？我们做爸爸，耶！我们做爸爸，耶！哎，小鸡，我当爸爸了啦！真的哦，哎，这是一个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兄弟！爱鬼嘛，爱鬼哈！哈哈啊！哦，真的吗？还在医院？我的天！哎，钥匙，真的钥匙，这个钥匙。成功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钥匙，刚刚有人拿去。谁？刚
刚不是才打你刚不是自己才开，不是说放你那边啊？你刚自己不是说放你骗我们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刚刚最后又还给他了。小蛋不是开，然后说你放你那边吗？没有啊，有啦，我是真闹火，真的啦，刚刚小芝的，我刚刚就交给他了。给谁啦？我刚刚那个女生给我之后，我又哪个女生？金头发哪个女生？那个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自己拿，在那里。你拿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你拿，不要逼我，这样子拿了还是被抓回来。